么？他弄我的手。行吧行吧，你是被辣了，我是。안녕하세요，我是进来吃。我老公，我老公又准备半个时间过来和我一起吃。我今天准备了火鸡面，新的。这个呢，超级超级辣的火鸡面。这个呢 ，cream。这个呢 ，cheese。这个呢 ，carbonara。这个呢，龙虾。龙虾尾。这个呢，鳗鱼。鳗鱼。但是这个能吃得完吗？这没有多少。好，那我开始，我吃吧。这个最辣的。这个时间有点长了，老公你来得完。辣，但是好吃，我就吃了一口，啊，辣死了！这些都是我的。哇哦！鸡翅的味道很浓郁，完全鸡翅的味道。你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吃辣了。应该是男人，看，应该是这个女人很喜欢。女生可能会喜欢，喜欢鸡翅的我觉得会喜欢。嗯，火鸡面或蒜也很配合。好吃吗？嗯。这个太大，这个我应该吃不完，这个我们先分开吃吧。这个不辣的吗？嗯，这是甜的。甜的。多美食啊！真的好吃。哇！我想吃米饭。我来这儿，我觉得我们这一个都能吃得下。多美食，火力挺大的呢。嗯。可以加方多多的鱼。鳗鱼韩语叫什么？长哦。长哦。嗯。哦，对，我忘了。都是鸡翅的味道。嗯，但是我觉得奶油更好吃。奶油更好吃。嗯。奶油确实更好吃，这个龙虾味，龙虾味是麻辣的，麻辣的，韩式、日式、中式，你知道呢？对。嗯，这也是辣，有点辣。这个没有火鸡面辣。我也尝尝。这个两个差不多，是吧？哇，这么美食个！哇，这个汤也很好喝。你再想吃吗？对。这。啊，这个非常辣。我平时非常喜欢牛奶油的人，我觉得牛奶油很好吃。越来越好吃，再摸一下。哎，吃香香你也挺不容易的。嗯。放弃了韩国所有的一切，来中国陪着我，我应该常常谢谢你。我？你连朋友也没有啊？除了我，没有其他你认识的人。这里喂。啊，香香，你来中国一年了吗？我呀，那如果。那是我不想，跟你来中国，你要怎么办？怎么样？那就在韩国住呗，没有你我怎么办？我呀，他弄我的手，咋的？辣了吗？又是因为辣的？辣到眼里，啊，真的，你从来也没有这样说过，我真的被感动了。没关系吗？你是被辣了，我是。你现在还没有我能吃辣。对，你现在比我能吃辣的。阿公，嗯，真的你总是这样想了吗？谢谢我。嗯，肯定的。我更谢谢，我见到像你这么好人。还是吧。太辣了！
慢慢吃，这个太辣。挑战。太可爱。其实并不辣。怎么样？一点也不辣。一点也不辣。对。哦。那什么，你为什么一直拿着睡吗？你看，一直这样。一点也不辣。啊！太辣了！哇，这么辣！哇哦！就是这个水太辣，所以暂时休息的时间。就这样吧。又想吃吗？那我放开吧。老公，听说我满意的尾巴对男人很好，中国也有这样的说法。什么意思啊？嗯，这个也是辣的。挑战。其实我第一次吃龙虾尾，我也是，我一般大的是吧？还有，它这个吃起来非常方便。对啊。还有我这一般吃麻辣龙虾的时候没有汤，都不耐油汤的嘛。阿霞，这四个辣面你最喜欢哪个口味？福建面，超级辣的福建面对我来说非常辣。大我对我来说，牛奶油的福建面，奶油的没有，奶油的最好吃。它最好吃。你呢？你福建面，超级辣的福建面吧？超级辣的福建面好吃。但是不是，更喜欢吃鳗鱼。对，这个鳗鱼太好吃了。哇，真的好吃鳗鱼。下次米饭一起吃吧。这个要和米饭一块吃。更合适。谢谢大家今天也看爱吃的视频，拜拜。